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在许多基层连队呢，都有担任教员的士兵骨干。别看他们的职务不高，但是对周围的战友却有很大的影响力，起着带头和引领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装甲车驾驶员，更是全旅装甲车驾驶员公认的总教头。那么这样的士兵教头是怎么练就而成的？他在训练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认识铁甲教头刘怀磊。我叫刘怀磊，今年34岁，是陆军第4骑兵师专军一名装甲车驾驶员。从新兵到老兵，从输送车到步战车，与装甲车朝夕相处已经16年。战车是我们的眼睛，战车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的班长在我登上装甲车的那一天告诉我的。当我成为了一名班长，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兵。端正端正，跟他端正。现在我是所在部队兵龄最长、年龄最大的驾驶员，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今年年底我就要离开部队了，离开战车了。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我掌握的技术留给我的兵。穿越车站，这是刘怀磊自创的一门绝活。在仅比车体宽20厘米的狭窄通道内，驾驶步兵战车挂上武胆一冲而过，考验的不仅仅是驾驶员对正方向控制油门的娴熟技能，更能体现出他沉稳自信的心理素质。他这个驾驶技能非常精湛，别人做不到的驾驶这个绝活他能做到，最看好的就是他的驾驶技术。凭借着超于常人的驾驶技能，刘怀磊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全旅驾驶总教头的交椅。他驾驶累计高达1500多个摩托小时，能自如地驾驶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并能够独立维修保养。装甲车是现在在我心目中一种伙计、亲密的朋友。每次闻到发动机柴油味，别人就说啊，有时候看你怪得很，我这是啥情况，就是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跟他说别人能抽烟上瘾、喝酒上瘾，你是闻发动机柴油味上瘾。我说这可能就是一种，就是长时间一种习惯，闻到这一种味道过后，我感觉浑身轻松。将国家的法治实践运动变为举措宣传运动，工作电流改变电磁力的方向，弹力弹簧与电子铁。如今这位被大家称为驾驶总教头的刘怀磊与装甲车似乎已经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但是在他接触钢铁战车的初期，心情并不像他现在说的那么轻松。入伍前就开过拖拉机的刘怀磊以为开装甲车也不是什么难事，没有想到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驾驶员，不仅能开得走，更要懂构造、会修理、能保养。战车里纵横交错的电路、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机械传动结构，成为只有初中文化的他面前的一座大山。我是不想去接触这些东西，哪怕就是像那天环节的时候，我一人就把全天4台车履带断完了，但就不想去干那个电路方面的事情。了解装甲兵的人都知道，断履带、擦炮膛、抬电瓶是最消耗体力的三大苦活。可刘怀磊宁愿一个人抡着大锤干上3个小时，独自断完10台车的履带，也不愿意面对那小小的线路板。车辆的线路上面一打开过后，
所有的线路板一层层过后就是一至一百多号线，它都画的曲曲麻麻的，就跟一个蜘蛛网一样，在脑海里面一看，当时的感觉是头大啊，这哪天才能学会啊。时间一长，大家都发现刘怀磊挑重怕轻的反常举动。他当时的教练班长对症下药，给他开了一副特殊的处方。直到今天，同年兵的梁军峰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我们这个车啊，就是比较老比较旧，这个线路长时间啊，它这个线比较多，容易出现老化，一老化的这个车辆出现这个短路啊，影响车辆这个性能，有时候不能启动。但是班长是可能是考验他吧，就是你把他自己拆下来，他装，最终拆下来后班长不管了。装甲车里有启动线路、照明线路，还有充电线路。本来刘怀磊看着就发怵，而且这次换的不是一两根，而是全车所有的线路。当他使出浑身解数，好不容易把线路全拆下来时，更大的挑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然后班长来一句，那行，你自己卸，你自己装吧。班长说完这句话，留下了全车的新线路，要求刘怀磊在一周内利用午休的时间把他们全部安装到位。每个中午背个挎包，背个水壶，就到车上去了。当时天气比较热，天天就是带个装甲车里边抱本书，然后就是一根一根捋，一根一根琢磨，一点一点的就是摸索吧。白天在车里捣鼓，晚上回到宿舍，凭着记忆把安装好的线路默画出来，然后找来教科书再认真对照，有不对的地方第二天再去现场做修改。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刘怀磊终于把这台车的全部线路布设完成。但是最终能不能启动车辆，他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开始感觉很平静，但是从班长一进车场，那个心就快得不得了了，万一出现事咋办啊，心里没底。正好班长过去把警报器一打，按照这个正规程序启动，哗，车打着了。车着的一瞬间，唰，心里面就是感觉是心在嗓子眼，唰，落到原位置上了。啊，就是一种啊，终于给落下来了，啊，终于把这个车弄完了。班长开出的这副处方，让刘怀磊第一次独立完成了车辆维修。这在过去他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连长还在全连的军人大会上对他提出了表扬。那我感觉到班长是用逼迫的教育法方式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让我深深对修理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后刘怀磊就像是着了魔一样，对装甲车的维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让他开启修理之门的是在修理连的那些老班长。我们修理连以前有个老班长，他叫郭伟，他是堪称我们旅这个装甲修理第一人。任何车辆任何故障在他面前就是一听就明白啊，我就想跟他学这种技术。刘怀磊想方设法想要请教的这位郭班长是一个暴脾气，每当遇到刘怀磊冒出的浅薄问题时，他只回答一遍，再问第二遍就极不耐烦了。反正就是修理工间有啥脏活我就干，有啥累活我就干，不管是下边有泥还是有水有油，我就第一个下去啊，让他感觉我有眼色，想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经过这长时间的就是这种执着吧，那老班长对我就是说另眼的一种相看。刘怀磊虚心好学的劲头，最终不光打动了郭班长，也让其他维修技师对他高看一眼，大家都愿意收他为徒，将技术传授给刘怀磊。他自己爱动脑子，然后就这个爱动手，好多部件就是经常与大小故障他拆开，喜欢去研究研究，所以他了解东西相对比较多一些。慢慢的，
刘怀磊的维修技术越来越高，在全铝装甲装备换季保养中，他组织的发动机维护是示范科目。在每年的故障排除大比武中，他连克强手，最终连续四次蝉联冠军。演习的关键时刻，车辆突发故障，他能否排除？徒弟排斥学习维修，他又将如何说服？即将离开军营的他，将如何传授自己的技术？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刘怀磊，铁甲教头。从害怕面对到勇于挑战，从一无所知到连续夺冠，刘怀磊克服了文化和心理上的不足，成为了全旅驾驶员中的佼佼者。在训练场上，他已经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如果真正上了演习场，能不能接受实战的考验呢？刘怀磊非常期待这样的机会来检验自己。这是兰州军区组织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刘怀磊作为优秀驾驶员参加这场演习。当时就第二天马上要演习，然后出现了一个，当时十点，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出现一个车辆启动电动机出现故障了。刘怀磊所在的连队担负着战役穿插任务，第二天清晨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区域。现在一辆战车突然趴窝，随队保障的修理工检查后得出结论，排除这一故障没有他法，只有更换部件。此时距离演习只剩下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茫茫戈壁上去找维修的零部件谈何容易。后来这个时候刘怀磊就走过来，过来之后就这样让我试一试吧，看我能不能把它弄好。我一过去过户，然后把启动电动机推开，推开一打开过户，用慢动瞄一检查，发现里边电路断了，就当时是从后边车体里边找了一个铜片做了个临时应急板，然后自己用弱铁根据那个车载是直流20伏弱铁硬给它落上，然后给它焊上，焊上过后这是一个应急使用，保证明天能出车。刘怀磊利用他的经验和技术，让这台装甲车恢复了强劲的动力，第二天清晨准时出现在演习场上。队长打电话问我说，刘怀磊自己排除了故障啊，当时首长说了，不错啊，人才啊，啊还能又能驾驶还能维修，不错不错。关键时刻没有贻误战机，这让刘怀磊在全旅上下出了名。从那之后，旅里组织驾驶员集训、编教案、上大课、做示范，都有刘怀磊的身影。逐渐他成了全旅公认的驾驶总教头，并影响着周围的人。挂上的车辆不走，这种故障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车辆长时间停放，制动带与制动骨之间抱死而产生锈蚀，听懂没有？他叫杜建伟，是去年刚刚入伍的新驾驶员，也是刘怀磊的忠实粉丝。从小我就比较喜欢开车，来到部队以后发现刘班长是我们旅最过硬的驾驶员，所以我就想跟他学习开车。能成为全旅驾驶总教头的徒弟，杜建伟心里很是自豪，但是跟着师傅不光要学开车，还要学维修，这让他有些想不通。维修不是学不会，我感觉学习维修没有意义。在杜建伟看来，作为一名驾驶员，把车开好才是首要任务，特别是现在的新型步兵战车结构先进，故障率低，
驾驶员掌握维修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新型不占车确实比以前装甲出动车故障率确实少多了，但是一旦参加战争，车辆出现故障，在没有救援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刘怀磊告诉杜建伟，只有把战车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去懂他爱他，让他始终保持健康完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和驾驶员合为一体。俗话不说什么，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我对车辆的爱护，我可以说是按照这个装甲兵技术教范不达技术标准来维护它，但是我更多的贴心是心情的爱护，不管是从这个保养上面还是从维修上面，只能说是能想到能做到，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做好，就是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也是根据这个自己的想办法要求把他达到的这个维护标准。学习维修技能绝不仅仅是为了排除故障，更是提升驾驶技术的重要因素。身为总教头的刘怀磊看着徒弟对维修的排斥，没有过多的说一些大道理，而是沿用了自己教练班长开出的一剂药方，来帮助杜建伟。温度低要注意，启动前需要加温，温度达到标准值，联合启动一起使，先给电后供气，车辆启动即松开。类似这样通俗易懂的口诀，刘怀磊总结了30多条，他在战士的训练中发挥着作用。就连一学维修就头疼的杜建伟，现在也迷上了车辆的维修。从他现在的状态来看，似乎又能看到他师傅当年的影子。在一个团队里，不能只看自己收获了什么，还要看自己留下了什么。按照部队士官的晋级规定，装甲车驾驶员最高服役等级是4级军士长，这就意味着刘怀磊今年年底就要脱下军装离开军营。他告诉我们的记者，他打算和几个战友一起回家合开一个汽车修理厂。我们相信，凭着刘怀磊在部队学到的不怕苦、不服输的韧劲儿，回到地方他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如果您身边有身在军营或曾在军旅的优秀人物，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欢迎通过这些方式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新兵下连，面对侦察队的选拔，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一瞬间感觉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血液啊，就燃烧起来那样，是很光荣的那种。高强度的加压训练，面临新的挑战，他能否适应？加到那个20多米的时候，就忽然间呲的一下，那个耳朵就不响了。素质过硬，成绩突出，为何却遭到战士们的嘲笑？厕所上的多了嘛，一晚上跑了好多趟，人家说你是不是肾亏还是怎么回事？军旅人生假期为您播出，郑嘉林，逐梦林冰雅。